没有历史民工从个喷水设施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停了一年，今年考虑到中央并用大水下面的防疫措施，施工所就决定一下意思开放到九月初，韩国当日的开放时间差前半点钟。虽然暑假已经过为一半，不过有五十前有有人管理的高水设施，还在上海街道带小朋友用下来量一下。小朋友防疫间的高水器，无论是亲子水壶器，还是总的高水组，第一不挂的电视，还是高水一点了。啊，这里呢，你看你们是等快到吗？按多少年了？然后我女儿从台中来耶，应该被运营重担嘛。哎，有，非常棒，这个设施很好哦，哈，哎。也是美丽斯公所市民共从高水设施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去抢停开放，今年本旦没买开放，不过停电中央防疫政策中央韩国央部的天使业务方位将重新开放，还希望多一点地方哈，从民众来安逸的天使哈，在新年来也了哈，啊，希望大家利用一段时间哦，来好好的享受哈，也还有一张你的书也发通了。今日一年的市民工从高水器重新启通，开放时间是对居民意思都九月初四，当日下午三点半都安排停不掉，反而是古天的微乎十批，故所无开放，开放时间又有了个调整。市公所希望大部分开放高水设施，提供民众安全又省水的休闲空间。学生温柔诺，努力报道。